雄在地的 HQ Girl 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那有 HQ Girl 呢，就有财神到我们的现场啦。财神在哪里？我们现场有朋友，来点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财神爷出场。财神没什么吃饭，好瘦啊！新年红包的鞭炮声，多财又多福。我们今天呢，不但要来庆祝呢，我们的太旺一茶坊呢，正式的来做开幕。也非常高兴的，因为我们疫情的趋缓呢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在这边齐聚一堂。好的，我们前面的摄影师，如果你没有手，可以拍手，麻烦来点。